收看今天的影城新娱乐，我是主持人子轩。他是曾被中央音乐学院破格录取的音乐才子，他是曾在星光大道中绽放异彩，最后却埋没的引得众人可惜的纯真男孩。他是在中国正在听中高歌一曲，引得无数观众落泪的灵魂歌手。他是曾被李健、韩红、李玟等知名音乐人称赞并看好的全能实力唱将。他是《我是歌手》中迪玛希的音乐合伙人，他是中国哈萨克族著名的音乐人阿来。阿来本次做客影城新娱乐，透露出了新专辑筹备中的最新动态，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。最喜欢的方式就是大家好，我是阿来。你的新专辑是什么时候出？新专辑应该是在今年下半年吧。简单介绍一下你的专辑。这是第三张专辑。其实我目前思维还是比较混乱的，对于这张专辑，所以我觉得得做得潮一点，所以我现在介绍的话就尽量让它潮一点。用三个词语描述一下你筹备专辑时候的日常。第一个词肯定是努力，然后第二个词是尽力，第三个词是绞尽脑汁。最希望在哪个城市演出？国内的吗？可以。国内的城市啊，我比较喜欢上海。
张个人原创专辑《为你而来》的成功，也让大家对他的新专辑越发的期待了。阿老作为目前国内少有的集作词、作曲、演奏乐器和实力唱功为一身的全能音乐人，曾被王铮称赞道：你唱歌像是在偷心，你把我的心拿走了，揉碎又给我塞回来。那么又会是谁偷走了阿来的心呢？中国的歌手和哈哈各地的歌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？我觉得最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在中国你作为歌手你要面临的是好多人，在哈萨克斯坦只有2000万人口，所以他状态会不太一样。圈内最欣赏的歌手？哇，欣赏的好多。最欣赏的吗？只能有一个啊，可可老师。对，在国内外有想合作的女歌手？我其实还是合作过一些女歌手的，但是如果挑一个最想合作的，应该还是可可老师。对，阿来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可可豆了，我们也期待着日后可以看到二人的精彩合作。在舞台上的阿来用高亢嘹亮的歌喉圈粉无数，而生活中的他却温柔有趣，和其他的90后的大男孩并没有什么两样。向大家推荐一下家乡的美景。我的家乡那是东方卫视，对，人称亚洲卫视，在阿勒泰。我曾经有一首歌叫《阿勒泰的秋天》，大家可以听，是一个特别适合谈恋爱的地方。在什么时候会想发 IMS 或者是微博？特别开心的时候吧，或者刚工作完。你对自己的自拍满意吗？一般情况下不满意，我是一个不会拍照的人。你喜欢猫还是狗？为什么？我喜欢所有的动物，但是猫和狗之间我偏爱狗吧，因为我自己就养狗，从小养到大。喜欢的球队，足球应该属于阿根廷，对啊。然后任何一个俱乐部，只要他阿根廷人多，我就喜欢他。你自己的足球实力怎么样？我自己 PlayStation 上面足球实力非常强大，对。然后日常生活中还可以。说出你最害怕的三件东西。第一件事情是我特别害怕被人误会，特别小又特别可怕的那种动物。就比如说蟑螂呀，因为它在你睡觉的时候有可能钻到你耳朵里啊。第三个应该是被骗吧。别人做什么事情会让你炸毛？还是骗人吧，对，骗人最恐怖。如果你变成女生的话，你的理想男友会是谁？那肯定是骗人。爆料一个别人不知道的一个小秘密或者是一个怪癖。我这个人谈比较多。我想说，谢谢大家一直以来，对我的欣赏，对我的喜欢，对我音乐的认可，因为粉丝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。无论是唱歌时可以偷走人心的灵魂歌手，还是生活中害怕被欺骗的天真男孩，他始终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魅力和给人带来温暖的奇妙力量。让我们一起期待未来更好的他和他的音乐作品。本期嘉宾阿来，我是主持人子轩，期待我们的下期节目，拜拜。影城新娱乐，精彩不错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来，欢迎锁定影城新娱乐，来关注我的最新动态。